9993全网最专业有颜值的舞蹈频道，我是下一个轮麦的主播，我叫莹莹。然后有喜欢我的兄弟们电脑用户可以点一下我的直播通知，在视频的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在视频左上方有个黄色的关注可以点一下，喜欢我们五星宇宙嗨翻店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的预约，然后麦上主播喜欢的可以右键关注一下，然后咱们这个包裹里面有免费的公会票的可以帮莹莹上一下啊。咱们有花花的可以把花花送一下，有星星的点一下星星啊。其实我刚刚想跳的两支舞刚刚小影都跳了，所以我刚刚在找歌，我说不然等一下放一样的音乐，我怕你们就听累了都。이제 더 이상 감추기 싫어 나를 원해.
放心吧，还开了风扇呢。感谢和尚小哥哥，感谢小亭子，感谢 Y。 咱们有没有公会票的可以上下？手机用户看一下你们视频的右下角有没有个红色的福袋可以点一下，一毛钱可以买十张啊。然后喜欢妍妍的可以点一下妍妍的关注，电脑用户视频右下角直播时通知可以勾下，手机用户视频左上方黄色的关注可以点一下，喜欢我们五星五星嗨翻天的可以点一下我们的预约，麦序上主播有喜欢的可以右键关注一下。对，我在南昌，但是我不是南昌人啊。对，我老家是江西赣州的，然后我现在是在住在南昌。对，今天下午直播的时候，在自己直播间遇到一个距离我2公里的一个公爵大哥，我觉得还蛮有缘的啊。吉安那很近啊，我每次经过吉安的那个叫什么服务站的时候，都喜欢去上面买上饶山鸡腿。人家问为什么上饶的山鸡腿会在吉安呢，我也不知道。好了，然后我们还有最后一注，然后我们就下一个麦序见啦。我们是15分钟一个麦序，那下一个麦序还是给大家跳爵士。你老婆是赣州的，你不会想说是我吧？不要脸。